我听说苏豪同学来之前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礼物现在就是在这边。今天我做了一幅画，但是现在它是被封印住了，还看不清楚，所以说需要一个需要念咒语吗？神奇的沙子把它展现出来。哇，封印要解除了！好奇啊，这是一份怎样的礼物啊？各位不要眨眼睛，苏豪同学的礼物即将解除封印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！ 哇，是我们可爱的芒果仔。哇，你用了不到3秒钟的时间做了一幅画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帅气可爱的芒果仔，希望芒果 TV 越来越好，冲出宇宙。哇，谢谢苏豪同学，你的这份礼物，芒果 TV 会珍藏。对，那。